杀厉害一点吧。然后上来就 A 他。A 他就完事了。A 他。时刻准备着。再 A 他。A 他。怎么卡了一下平 A？ 把那个小兵没补到。A 他。狠狠的 A 他就完事了。正在充电。打中了鱼，前面就要不要让他好，不要让他过得舒服。他前面过得舒服，后面就是我们难受了。放眼未来，先慢推进去。对敌人的忍死就是对自己的残忍，然后我掉了四个兵。绝对不要回头。我倒是希望这波人上来抓我，算了，先放个眼吧。他这种有点难配合打野杀我，还是好杀的。已成历史。黑他，黑他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他也肯定要来，来了，他也来了，他也没来，他怎么跟我打？来了，哎，不取亮。差一点，还行吧，打他一个闪现。这两把长剑要出来，对，中秋快乐，兄弟！一直被抓，那你就需要打野反击。肯定不亏的，这波他那个闪现交的就是浪费。我失血打他个闪现，算了。我为什么不先锤子？我先锤子，我直接就死了呀。先锤子是不可能操作的。可以考虑人类，主要是我觉得打鱼的话，我要跟对拼，要跟他一直打到给他拍回去，是吧？这把补刀的挺多的，可能是上把打太久的原因，打得我手很酸。不过没事，想把长剑直接给他杀了就 OK。然后回家早点把眼泪做出来。这速成撕一下。回去吧。别春回，早点把眼泪做出来。因为这把的话，应该要拖到后面的。这个菜刀队，五分钟的眼泪，没什么毛病。伤害高是因为我跟他等级压他了，而且我出了两把长剑。正在充电。我打的随意了，我觉得我跳过去就能把他 A 死了。我们的未来。
还好吧，主要是我越塔，这波小心那个螳螂啊！找我这塔下不要打太多伤害了。只能说上波玩的太随意了。加了学院，黑色血彩就挺好的呀。这波螳螂要出来了，我得走一下。我觉得那个黑白都挺好的，那黑龙就很好。可以，这个战绩是送给兄弟们的。可能带过来这波线了，还有大招的。时刻准备着。把闪现打出去，先拉一下，拉开，等下一套技能，这就行。掉了个死亡闪现，我要跟他一套打到底，一套打到底的话，虽然说装备也是压了，但是打鳄鱼的话就不要跟他一套打到底，打一套就等下一套技能先拉开。雷神的炫彩的话就推荐黑色，其实我觉得黑色的话就是最完美的颜色。我感觉每个炫彩都是黑色的好看，怎么看都是不会难看的，看得最舒服的那种给人感觉，黑色的无论怎么炫彩大多数来说都是黑色好看。变形，我等个水星下的一，等他用一清兵吧，他应该会用一清兵，他不用一清兵，那我已经直接杀了。好像螳螂要来了。我先读一下吧，我感觉螳螂可能这波要来找我，螳螂在下路。回家等冰心了，回家等个冰心，回家给直播直接回家购物。我踢过去吧，不想给他拆了这个。我去，我不知道只买什么装备了。踢太早了，然后装备买错了，直接2000块不用了。因为这个装备太难找了，它坦克这里，我每次买这个冰心都要点坦克这里。对，每次都要点坦克这里我才买到这个冰心，但是点完全点不到那几秒钟，太难点了。你如果说是在同一边的话，那还行。漫天飞雨，追吧追吧。对，太难点到了那个地方。差点说错了，我怎么这个？
铁石下个皮肤怎么收出？我知道，我不知道啊，这个东西只能看拳头了。但是我觉得铁石还会出皮肤的，这英雄还挺还算小热门。真的应该出了，这英雄不错，这英雄有点小热门。铁石的热度不算很低。不错，第二可以整个 T 二，就是真应该整个 T 二。看你简直成功上了白银三，可以兄弟，加油！哎，能贴一个头，也是被办了，我就玩山羊。我是守望者铠甲，直接上来刚遇到，他们两个打不死我了。这就是守望者铠甲，给你的那个变形。你说守望者铠甲之后，你就打得很随意，你会发现，就怎么打对面都杀不死你，太有安全感了。对，守望者铠甲给的安全感，太充足了，这装备给你的安全感。然后对面的话又没有魔法伤害，安塔又能扛，根本就杀不死。然后下了剑装，老老实实整大青羽吧，但后面的话会缺点伤害的。哎，怎么是这个玩意？山羊 king， 我山羊挺厉害的，我是打个蓝的。打个蓝，要打个先锋，还有。有人头，交给火男先打一下吧。其实我觉得我杀他不如补那波兵呢。后面走。我去，老阴逼。我不能把之前想的这么聪明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哎呦，这闪现我不想交，交给铁男吧，交给火男吧。他这怎么敢追啊？他这给他跑了，我的脸晕了。来吧，哥们，你这个血量，你在这晃，你是真不怕？漫天飞雨，对，加速门是可以提供视野的，忘记了。我也想整个电刀啊。咱们就下一把。我出那个满大的。没掉多少血，还行，对，拿下了 ，OK。